这不是广告，这个不是广告，这只是一个小物料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糖果。糖果，哇，五彩斑斓的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。我们先拿起一个像咖啡一样的，对，这是什么？就每个颜色它代表了每个不一样的口味。我先选择一个，这里面只有一个颜色的，是什么？黄色。黄色，我先吃它。感觉去到了菲律宾，没去过，虽然没去过菲律宾，但是一整个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。哇，不错。哎，红色，这个红不一样，这里面像得了皮肤病的一颗豆子，这个豆子像得了皮肤病一样的。这个一看是那个提显啊，你得用点那个擦的药，外用的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臭啊，不习惯。啊！但是我也有点像吃到火锅的感觉，这它有点辣的感觉，里面好像有点辣。下一个，我。让我说，哎，这个白白的不像话，这个白的，哦，哎呦，这个白的里面有黄的，白的里面有黄的，我感觉得了皮肤病的这个豆子都不好吃。哇，我的手都发抖。哇，这个呕吐物，这个仿佛是那种吐了两天的呕吐物的感觉。哦，我真的太顶了，这太顶了，怎么会有那么难吃的糖啊？下一个，这是什么味道？耳屎味。致命一击，有种去了埃及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埃及感觉这金字塔里面吃了一颗，这是什么味道？蚯蚓味。哇哦，哇哦，赶紧漱个口，吃个绿色的。哦，绿色，刚吃完蚯蚓，发现这个绿色像泥土一样。我现在嘴巴里面充满了世界，我嘴巴里面刚吃的不是什么一花一草，是一世界。对，这个泥土还挺一般的。再来。我都不敢拿那，哎，这个蓝色看起来不错，蓝色，刚刚那个绿色什么味道？青草味。
哇，我吃对了，蓝色，它必定是一个冰岛的感觉，但它好像有杂念，这个应该不太行。这味道我熟悉，这味道跟我家洗头的那个有点像，要不是洗头的，要不就沐浴露，要不就香皂，要不就是洗衣粉，反正就绝对是洗手的那种。关于清洁的味道，就是让我的嘴巴充满了干净，现在干净了。来告诉我是洗什么的？肥皂味。肥皂味是吧？看，哇，我吃过，因为很熟悉啊。但是肥皂进嘴的这个口感还不错的，这个白乳白色的没有杂念，我来感受一下。就在哈，这个味道很熟悉啊，感觉也吃过。这个味道吃了，感觉自己像在婴儿的摇篮里面，睡吧睡吧，是那种感觉。所以呢，一整个就是睡觉，睡觉的味道，是吧？来告诉我是不是奶粉味？棉花糖。哎，这个颜色我没吃过，这咖啡糖我吃过吗？没有吧？这也没吃过。哇！这是救命的味道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好难吃，这个吃了感觉自己从那个工地里面抓了一把泥土塞进嘴里的感觉。啊，泥土味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。哇，真是泥土味。我也吃过，还有啥味儿？我还有啥没吃过？这个绿的没吃过，没有其他味道了吧？应该。哦哟，这个蓝色没吃过。嗯，泡泡的味道。青苹果味，青苹果味。不可能，你在那给我骗我，青苹果味。说完自己不要笑好吗？有可能。肥皂味，肥皂耳屎味是哪个呀？你要不要尝一个？快，你们谁？我来。吃了吗？什么味道？他喜欢这个味。臭鸡蛋。哦。你真吃这个呀？我没吃这个呀。哦。Jesus， 又开始了。这不是臭鸡蛋，这真的是坏掉的一个鸡蛋。我不吃了，我吃完就是。没用，那种混在一起更好吃。嗯，真好吃。这个吗？这个呢？你干什么？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你看我也陪你。你看就不对，这个人。对的，你看我也在吃。我吃了两个了，你没吃？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挺好吃。这个也好吃。吃吧，你看我也在吃啊。你看，你是在吐还是吃？你像吃药一样。呀，一个模样。一个呀，一个。呕吐物味。哦。哎，这个黑色的是西瓜吧？哦，黑胡椒。好了，就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不够有味道，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，你可以感受到各种味道。想吃牛排，哎，吃不到。来一口黑胡椒味道，想要感受一下
喝大了，喝多了之后的感觉，微醺的感觉，就来一个呕吐物的味道，保证你一下顶到头。好啊，好辣，我现在嘴里，我来个清瓶。OK， 结束。别慌，还有一个小彩蛋。要不要苹果王？哎，我臭鸭子。啊！